小强，小强啊，这个经典版35弹到货嘞！哎，老爸，啊，来开，粉丝说让你做个挑战，什么挑战？就是地铁跑酷晋级的保安大挑战，你敢不敢挑战？肯定敢啊！肯定敢啊！那来吧，来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啊，晋级的保安，对，这个保安比较好玩，我希望匹配到保安。你能匹配到保安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呀，不不，你不是保安，看一下吧。看一下你是不是保安？我不是保安，我不是保安。你不是保安，那我们不能被抓到。对，你被抓到就输了啊。那你的对手就是保安了啊。来，看你身法好不好？看一下这波你的操作会不会被抓到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来吧。哎，好，这个道具是对手放的是吧？那你可是要小心了，注意喽。哎，哇塞，他们道具这么多呢！保安不会玩，保安不会玩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千万要注意啊！如果被抓住，你经典版35弹就开不了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我队友被抓了。队友被抓，你没有被抓就可以，拯救队友，能不能拯救他？可以，我要食药箱。好，可以，必须把他拯救了啊！来。药箱有没有拿到？哎，完了，队友被杀了，难受。队友被抓了，你也，我没被抓，我没被抓，我输了。那你输了。啊，我没被抓到，我队友被抓到了。等于说你们两个其中一个都不能被抓是吧？啊，对，就这个欧布被抓了。欧布被抓了，哎呦，欧布这么菜的吗？欧布这个，哎呀，他也太菜了吧！哎呀，那反正是这样子吧，你没被抓，那么这一盒就还是有的开的，好吧？好的。啊，如果说你被抓就开不了了啊，小伙伴们。我这样决定是不是可以的？啊，应该可以啊。嗯，应该可以。这保安好嚣张啊！这你看，保安咋那么嚣张？大胡子保安，我说了他还是的，是的。他说：“哇塞，你这保安，这个字太难了，没人能打出来。”来吧，经典版35弹，这封面好看。终极赛罗的封面。终极赛罗。来，我们这样子啊，每一刀里面必输一张好卡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每刀里面把好卡抽出来，你看，来第一刀开始，直接捡吧。据说这个能出终极赛罗的蓝 GP 哦，嗯，终极赛罗的蓝 GP 就这个吧？对，那当是最稀有的。这个是终极闪耀赛罗呀、啊，终极闪耀赛罗啊？什么终极赛罗？来看一下第一刀，没有？刷仔细了？哎，一万一张，一万一张，那这一刀好了，这一刀没用了。来，咱们来开第二刀，来看有没有蓝 GP， 来一定要出一张。一定得出一张，有没有？SSR 出来是不是也没有了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刀，最后一刀了。这刀如果说再不出的话，那就完了。这一刀没有，哎呦，没有，没了。哎呦我去，这手气也太菜了吧！